阿妹组自有独特声度，辨识度非常高，很有特色。他如果在收音机播，我就知道是他唱。史无前例的心情震撼心灵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自己那么折磨自己，我感动打到心里面，完美。我的选择是普贤眼镜呈现《中国好声音二》，星期六 TVB Good Show 台。